你再不睡觉，你就给我出这个家门。就是我跟他讲，你再不回来的话，我把你 bank account 的钱转去我 account。他越来裸到越来越猖狂，就是到客厅也是这样裸，我真的觉得很可怜。哇，我唔得，我俾佢吊打那么早啊，佢吊我个门咗咯，好似做戏咁啊，真系嘅。我的影片都要求很真实一点，然后他就一直，我很开心啊，我现在可以拍啊，然后那个语气就是哎，很凶的，怎么可能？你现在这个表情，你要跟我讲现在可以拍？可以啊，可以啊，在那笑。My 好玩插播机，随时大话精。这个游戏我觉得实在太好玩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艺人啊另外的一面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如何处理他的生活，或者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平时他们会在短片啊或者他们的视频里面讲的一些故事，太精彩了，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卖猴丸插风机碎石大话精啊。你们说一下，我们先听那个 Key In 跟 Yvonne， 你们觉得就听完三个故事之后，哪一个会比较真实一点，哪一个是比较你会怀疑的呢？我觉得 Curtis 跟 Jamie也完全就是很真实的，我觉得那个裸体的有一点多。是啊，我觉得裸体有一点多，因为正常我们很男生是裸全身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裸全身的，就是别人你想象你在客厅跑来跑去就是这样进去。我也是觉得以莫他们的比较假，就是他们的很真实啊，那个日常也是我们时常会有的，对，那个吊板那个乱那个是他，然后我是负责一阵泥泞啷啷的。那个 transfer 钱那个你忘了假了啦，前面 OK 的一到你 transfer 钱那个有，因为它有 limit， 你是要有多生气哦你才要 transfer 两次。他说了他 transfer 第一次 send receipt 过去他没有反应，他 transfer 第二次他才有一点反应。我感觉还是太假了啦，就好像如果 我的老婆 transfer 完我的钱走了，然后我还要回来啊，回来怎么吵架继续吵啊，给你钱了。Jamie 笑得很夸张，哇，整个人弹去后面一直在笑，怎么你觉得很夸张吗？我觉得两个都 不像真的耶，尤其那个钱的部分感觉。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Yes， 准备好了，我倒数三二一了，准备 3 2 1，成绩揭晓。我就知道。OK， 来，我们先让 King 跟以文说一下，竟然是假的，所以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没有，前面的故事是真的，转钱那边是假的。转钱的确是蛮假，一下我自己讲一下，就觉得有一点心虚。其他两对夫妇 Curtis 啊，还有那个 Gajun 呢，你们都这之前嘛有说过，转钱那边好像有点夸张，但是我相信我，因为很多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要做一些 bank in 的东西啊，她在11点至1点这个时间呢，你是可能动不了的，因为那个银行在做这 transaction 嘛，因为他们要结账，那你刚刚好在12点转账的话，他就会 confuse 了，究竟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所以你在之前11点之前或者1点之后，他真的可以转两次，所以我相信哦，我反而是怀疑林嘉准。可是我听到林嘉准的真的很假的，真的，林嘉准，即平时你真系会攞噶喎。嗱，有原因嘅，第一我中意自由 ，OK， 好多人都讲，喂，你攞上半身就好啦，下半身就，下面好多时候我都有嘅，系我老婆洗衫咧洗得慢啲啦，跟住我喺楼上冲凉，啲衫裤全部喺楼下。咁我喺楼上冇衫裤着噶嘛，我咪走落楼下咯，咪阿登。借口嚟噶。真的是喜欢全裸的。之后你就潮了之后，他有改过这个习惯吗？没有，所以我讲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我偶尔有穿，都讲有时了，所以大多数是没有。所以大家觉得假，是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会在家全裸，是不是？就是有在这里有时候也是全裸啊，肯定是全裸。有时候会啊。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还蛮真实的、啊。不是，等一下 ，Jamie。Curtis， 你现在觉得 Jamie 他有好一些了吗？他的情绪虽然跟你说啊，没事啊，没事 ，OK， 接受你的道歉，但是那个心呢，还是积热的。好很多，他像
他现在对什么东西气，他可能不一定马上，像我是可以直接，我觉得哎，你这样子做我不开心，我会直接说。他现在可能过了 maybe 一两个小时会提，或者是他会跟我讲说我现在需要冷静，就起码慢慢的会开始跟我。因为还是那一种，就是你在很生气的时候，他一直想怎么我讲啦，就一直要逼我讲，然后你在很生气的时候，你要怎样去表达这个东西？你已经不想讲话了。我觉得男生可能都会这样子啊，就我们好像有什么事情都想马上去解决，但女生就不一样，女生觉得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但是我们就觉得你说出来啊，看我有什么办法，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是不是我的错，或者你误会了，但是他们没事。哦，不是没事，你说不是没事啊，给我冷静一下，那就够力了。我现在跟你解决问题，你说给我冷静一下，能冷静到几时？男生在吵架的时候啊，就不应该要讲道理，就直接讲，OK， 没关系，就 sorry 就好了。很难呢，真的很难呢。我跟你讲，那个情况，我试过很多次了。可以的。OK 啦，哥弟，你就迁就解密一下了。总之，他改次不开心的话，凡是你问他什么事情，哦，你给我冷静一下。OK，sorry 啊，我刚刚做错了，反正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做错了 ，sorry。哎，不能冷淡嘛，应该问了，你 sorry 什么？很难迁就你们女生太烦了，你们三个太烦了。你错什么？你讲你错什么？对，这句话我来听。大家好好学习了。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卖好玩测谎机呢，真正的答案就是 Kin， 还有我们的 Yvonne。谢谢 Kin， 谢谢 Yvonne， 谢谢我们的 Gajun 阿 Ping， 咁啊，多谢晒我哋嘅 Curtis 还有 Jamie，Thank you， 谢谢大家。卖好玩测谎机，随时大话精。